开始解说。我们先把这一包撕开，好，撕开这个圣诞树，好，记得哦，无毒但不可食用。这里看一下，好，出来里面会有两张纸，这样 ，OK， 先把它放着，好。在里面会有一个盘子，这个放着。好，这个磷酸二氢钾，好，放好。那现在呢，拿起这两个，然后装进去。装好。好，装好之后嘞，把它插到这个上面去，看这底部哦。好，插到上面去。好，插上去。好，调整一下。好，差不多了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加这个磷酸二氢钾，把它加到这个底部里面去。好，好，现在加、哦。直接用剪刀。好，把它加进去。利用水的毛细现象来让它慢慢吸上来。好。好，看一下哈、哦，这样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给它放着哦。那另外一个也是，看一下、啊，好，我们也是把它加进去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。一个小时之后会怎样？好，看一下哦。加磷酸二氢钾跟镁加的。慢慢吸上去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半小时的结果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半小时的氮素，旋转的时候要小心，它会掉下来结晶。好，拍一下哦。
好，两个半小时的结果。四小时，哦。好啦，这是五小时的数，看一下磷酸二氢钾已经快没了。哇，放回一天。